太师二星，他一星，很明显，你赢。我会不会卖猫鱼赌吗？会啊，开能按就按啊，每回基本上只要能按就按。但你不要卖掉很厉害的牌就好了，烂卡随便卖。狗贴宝石还是拿小鬼？小鬼比较强啊，升到三星就有配合了。葛拉克朗不会赢的，因为他前期的怪很渣，因为他一直开技能啊。看来你的计划成功了。站位都是摆那个打牛哥站位，一号两攻，可拉没升级也是买一张暗技能的，所以也不会强。就是你平常在打的时候也一样啊，葛拉克朗是不是开局买一个怪，有时候还卖一只怪暗技能，然后下一回合是不是自费也是买一个怪暗技能，然后五费也是暗技能，就是他的场面不会厉害啊。总而言之，葛拉开局不强啊，你可以这么来看。白眼双牛哥，可是泰斯有超强助人体系耶，这样子我就不知道了。白眼有三星卡耶，也上上下下效益特别高耶。成为第一，表示其他人会开始学你。这个很难猜啦，因为泰斯这个也会买怪，所以我根本就是没办法精确判断呢，只能看这个有三合一，那就猜他吧，因为他有三合一就有三星卡。那你就假装他三星卡很强，没问题。结果他输了，龟缸哎！好拿好就是宝。他有出，只是他输掉了。他有出。刚刚定阵，好可怕！对啊。欸，地震地震地震，聊天室超摇的啦，太摇了吧，聊天室有点恐怖，怕爆，摇到我头昏了啊，左右左右摇欸，看来你的计划成功，好晃哦，比我昨晚还晃啊，天哪，我们赶快回来，他有可能没出吗？小几率吧，或许。那这回合你不要跟我讲他有打不赢的，你刚刚如果没出，那现在这回合就更强，那我就更要猜你赢，他不会给我从头搞到尾吧。对，他如果拿卡德加确实会比较弱，可是你有双牛哥啊，双牛哥卡德加就没那么弱了，对吧？不死再叠一层。No. 行了，他又输了，我快不行了，他又输了，他就没赢过啊。不能再猜他了，他根本就不会赢。我猜他应该就是都放手里啦，我猜他应该都放手里，放手里然后碰五，所以的话基本上很难猜。小光头合了是不是？所以要猜他是不是？猜血多跟血量没什么关系耶，跟运营有关系。不过简单看，你也可以把假装血多的人都在拼场面啊，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用这个思路。别打左边 ，OK。给对面拿好拿满，不关我的事啊。白眼这回合总该还是要输吧？你就知道，他又输了。这次就没猜对了啊，小光头又打输了，为什么呢？有三合一还没打赢。猫咪总不会跟我讲，可是猫咪都赢，怎么这把这么奇葩？该赢的人没赢过啦，然后该输的人就一直赢。坏，
白眼一直三合一，然后连猫都没打赢，然后小光头也三合一，然后也打不赢林合成的泰斯，那泰斯就没技能，那还是没打赢。猫咪总不可能就打赢光头了吧？这个我真的不敢信哎、欸。现在应该开始反向猜了，是不是？不要太相信自己，反向。自己绿拉很强，真的全部猜他赢。哎呀，绿手指没了，一次都没跌到。小光头打输猫咪也太夸张了，合成然后又打猫，然后这边会输，那我干脆删游戏。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鬼啊？太精彩了！我干脆删 game。龙机械恶魔。白眼现在打边捡失误了，这一次总算准了。你现在是第一名，我只在等了太久了，这个胜利终于迎来胜利了，我简直要哭出来了。15元，15减15拿3元，太合理了，这边是不是啊？天狼来，这回合是你赢了。对面有一个猪队长，其他都超废，但也有一条狗。那条狗还是要跟他借过来。这家伙真的，不要踩回地板，好吗？你还是要拼刷一个红区。好动要拿哎、欸，真可惜。这个留着，下一回合打吧。哇，合五次，哇塞，还不猜他合五次，合五次，哇，稳了稳了，看到这个合五次，信心倍增。又没有人合五次还会输啊。他是这个东东恶魔体系耶。白眼在那边作弊，所以才那个了吗？他现在稳，钱拿来。校正一下，你还有机会回归。我现在自信到我要升级了，这只猫咪，我给它处理起来。那是你的新伙伴吗？看着玩意一起去扭曲。正好有点猛。他竟然能赢一次，就能赢两次，就能赢三次，而且他恶魔体系波霸还有雪球的效果，所以你一定是猜他赢。他剩三滴血，绝对不会轻而易举的让自己死掉。你现在是第一名，没有错吧？他这个血量绝对不会轻而易举的让自己挂掉。纠正血量，一下各一下，都没事。纠正血量。秒人需要大德大厨，猫咪真的是再会，并且这个人会赢，我还会拿3元，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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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猫咪处理掉再拿钱，大赚特赚，那该我面对他咋办？鱼人出来，聚合体出来，鱼聚合体应该直接下就有了啦，应该没那么衰吧？
忘记把它吃掉了。要走了，真可惜。格拉克朗打赢白眼，哇塞，好强！有这个噔噔噔是什么暗示啊？我还打同区，又给他再多搞了几张牌出来，但是没有用了。你就想靠一个939，你别再拖台前了，赶快下去吧。片片已宰好了。经典的在拖我台前呢，拿着四张牌，格拉卡要想打赢白眼很强，没错，我白眼跟鬼一样，那格拉克朗又更鬼。金色狂风等等可能需要打格拉克朗用他的机械，打白眼的话应该是黄要拿一张吧，都是啥呢？这恶魔的东西超废的，连偷都不想偷。你真是无人能敌。要修哦，看不出来他是收割机一号啦。他们两个会打一回合，反正我现在已经有情报了。你没打死我，那就没用啊！海瑞哥，欢迎回来。那我们可以评断一下哪边会赢。机械打不赢他，哎，那最后是打收割机，他还会再继续变强。现在就是大爆掏他的牌。这位手下，欢迎参加派对，有新人来了，太兴奋了。我会不会死有点怪？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这个问题。真可惜，终于有人辛苦。有新人来了，哇塞，怎么这么空刷？同虚为合一，赶快合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同虚合了，合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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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滚！哇！计划成功了，偷不到他收割机。哎，真的偷到他收割机了，三合一。啊，我不是那个啦，拉法木啦，搞错。刚刚那个偷牌还活在偷牌的世界里，白眼会赢，然后格拉克朗可能会死。也就是说已经冠亚赛了，真的要打的是三光盾，也就是说食尸鬼，你对比他少就要带食尸鬼。那机械赢了，这回合是你赢了，刚五扣零。我难不成真的是货真价实的毒奶仔？我怎么每次猜谁谁就死？对呀、
难道就没有可以点金的好东西吗？我要拿一个金色的狂风啊，不然打不了啊。反向的金色狂风，他很强啊，还不猜他赢。他很强啊，你抓掉了是不是？没打掉他这只收割机，痒痒的，痒痒的。卡住咯，痒痒的。哎，各位，痒痒的。所以才说最后一刻为什么要把巨额体吃掉？因为我需要那三块钱。要打策略是不是？毒奶成功才是真的。他刚刚为什么会赢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很奇怪哎。我知道他开上线吧，他机械一直展开啊，然后白眼肯定是没有任何策略部署，就是让他欧米伽开来开去，因为他是金欧米伽加上金男爵。如果你给他满开，你还真的会打不赢他。他收割机砰一个过来，你就死一排了。最后是我赢了，你敢信？我全部都猜错，但是赢了。我从头到尾毒奶自己，也毒奶别人。这个奶绝对有毒，没有错啦。技能不是拿来赚钱，是毒奶用。奶的好，下次赌圣就要这么玩了，好吗？这个也不能出啊，我还是你们要出啊，赌一手把这个打掉，反正每个牌都能变金色嘛。霍格变金最重要了，所以顺序这样站。他变金最不重要。我准备呼吸了，因为要吃鸡了，而且很忙。我准备呼吸了，各位，准备一下，准备一下。来了，呼吸，回来就吃。一定回得来，我回来了。谁变金？谁变金？谁告诉我谁变金？啊！怎么没人变金？还鬼讲诶，鬼讲诶！我可能还是要吃鸡，霍格等等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把它合起来。对面实在太弱了，63小红，我的这个白胡子比他还……哎、欸，游戏爆了！哎，你干嘛？宠物小精灵，什么精灵？别乱哦！这把是吃鸡的节奏啊！回来了，可以啦！他60红，我70胡子两只，一定赢，一定赢。是浪费了我很多时间，没关系，我要做一个分隔。主播要不要我把 APP 发给你？是外挂是不是、嗯？主播不是那种人，我失去你了。聚合体幸好又把它弄掉，欸，他包怎么那么大一个啦？欸，大包包！啊！怎么直接没了？我不一呀、啊，那大包包直接毒掉我了啦，超准的啦，肯定死了。GG，我都摆黄了，很真，很已经很尽力了、欸。
没摆黄连巨耳皮都打不掉，真的啊，尽力了啊，黄都摆上去打了。